对面中路是不是也交闪了？感觉不亏啊，对面中路也交闪了，我交闪他也没闪，无所谓，互相没闪。我没闪他有没有啊？刚卡了，挺危险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我把先空出这局，我一波先好像剩两级。哦，他们好像卡快两级杀了。麻烦不断。为什么他要不现在都没有两级没看懂？他妈他到现在都没有两级。准备捉雕啊！准备捉雕！准备捉雕！我最后说一次，你不想补刀就他妈别补。兄弟眼瞎，为什么老是他妈每一把都是打野过来耳机？我他妈我没有他妈看懂啊！他妈人家过来了，那你不会过来反蹲是吗？他妈人都过来了，过来反蹲会死掉吗？我刚才每一把都是打野过来耳机，我他妈这边没有人了，我操！野仔他妈眼瞎是吧？玩个蝎子在地上爬。把你装到瓶子里面，我操！他妈确实玩个蝎子在地上爬，盘不久了吗？还要回头，他妈不会打野，那么蠢的吗？这野仔，看他妈回头有闪不交啊！刘文捡了两个头了，不抓就算了，他妈还要多送一个。试试我吧。人在旁边的过来，他妈早就双杀了。打不了，我感觉补的炮子好难要死。他吃两个人头有点不好打了。补刀也没压，他也没压我什么补刀。麻烦不断。钢铁裂风，锐利的风。救不了，救不了。那他妈怎么去？他妈去不了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前期我打得过的，我是不是被恶心了？被对面打野恶心了？没看到是吧？我是打不过吗？那确实被对面打野恶心了。去死！被对面打野恶心，我不是对线打不过，他妈他捡两个针头。
如果给我吃到两个人头，我跟他对线，他跟两，我早就杀他一万次了，我早就一直单杀他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放松，伙计。咱们上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。试试我吧。回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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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叫别叫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兄弟来抓一次行吗？他妈的来抓一次行吗？送完我被抓了，你送一个过来是吧？呜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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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，确实叫确实叫。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来个野仔评价一下。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来一个野仔评价一下。Unstoppable。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来一个野仔评价一下。我死之前一定要拉一个野仔陪我一起死，我知道我死的那一刻我拉个人陪我死。怎么他妈他等级比我高啊？见不得我上分是吗？那他妈见不得我赢吗？老是刷我输，我他妈直接挂机输了行吗？我他妈打得好，他妈一直刷输了输了，妈有毛病是吗？我他妈直接挂机输了算了。那他妈玩得好好的，他妈一直刷输，这有点恶心人了。我看那种弹幕，我他妈受不了了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。试试我吧。他妈我想蹲他的，走吧走吧。他妈我想蹲他的，我直接去了可能会好点。那野仔他妈不来。他妈等级还压我一级，
这他妈什么鬼啊，他妈等级为什么他妈还能比我高一级呢？有这种畜生来玩游戏的吗，兄弟？他妈有这么恶心人啊！我操！有这种畜生玩游戏的、啊？蓝不够，不然双杀了。我他妈蓝够双杀了。别老是叫我进场，我不进不了，我进不了。别老是喊我进场可以吗？请你不要老是喊我进场行吗？我不进了，我不敢进。我敢不闹。关灯了。觉得走运吗？进场被人嫌弃狐臭，我又没狐臭，感觉我又没狐臭，怎么别人会嫌弃我呢？我现实朋友都对我很客气，一直喊我兄弟的，喊我文哥都有，有些年纪比我大十多岁的喊我老板。是这样子，有些确实年纪比我大十多岁的喊我老板，喊我江总。你叫我进场，你叫我进场。试试我吧。天使的当鬼点没脑子，什么喊你儿子我都不愿意，他妈你是哪根葱啊？请你不要一直影响我操作，谢谢。我他妈请你不要一直影响我操作啊！谢谢我和西元的儿子张嘉文这个野甲还送的血瓶，怎么等级他妈这么低啊？我没看懂啊！那么我没看懂为什么等级感觉这么低啊？金哥是不能死，不能给他送人头的，送人头玩不了。金哥是大人头，不能给那野仔。这波我猜下不去的。麻烦不断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兄弟等我。他妈能不能去支援啊？不要这样子行吗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五穿，确实穿。紧他妈杀掉这塔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好像是一塔，我操，是一塔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十六分钟两件套发育可以的，现在已经好起来了，十六分钟两件套发育可以的，年纪大了打中大师局我一样很强，
确实是年纪大了，大家理解一下，白天又干别的。我打动大蛇局一样打得很轻松，只要不被抓，不被对面拿恶心的情况下。在偷这东西啊，你才会偷。我不懂我空大用你说是吗？那确实没办法，那确实没办法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想大众是吧？哦，那么孙子一条啊，我操，确实孙子一条，一仔孙子一条啊，一仔。怎么感觉他妈今天打的压力他妈这么大？我没有看懂。那个时候不支援他妈，我想把你，我想一巴掌拍飞你。他妈没看到老师被永恩拦住了，他就不支援。他妈有这么没脑子的人啊？麻烦不断，请你带好脑子，他妈带上脑子再讲话，他妈你不要都不要讲话。他妈没有带脑子不要讲话，恶心人啊！你讲话之前先把脑子带上再说话，不然他妈你要闭嘴。他来句不支援，他妈永恩拦住我，他妈我怎么支援？不要弄，不要弄。怎么这狗熊那么挡住啊？怎么这狗熊这么脆啊？我操！出时光的？怎么他这么脆啊？我操！打得好痛啊！确实打他好痛，做时光呢，狗熊啊！完了完了，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！大龙他妈寒霜了，快起来了！出大事，出大事！怎么感觉对面他妈打那个龙打得这么快的？
上路都没有去他妈打那种打这么快的。他妈好蠢啊，好他妈蠢啊，我操。今天这么蠢的吗？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下把，我操！下把。